孩子，他有许多美好的回忆，希望你能够好好珍惜他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就证明给我看啊。你今天要为谁加油啊？如果是一个月前，应该是陈烈。但是现在呢，我已经没有把握知道你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了。今天谁输赢都不重要，我想看场好球，希望在当中得到一些收获。你一定要打败他，得冠军，知不知道？你真的可以打败他。队长，借这场比赛找到陈烈和凌霄的弱点，那么大专杯的冠军肯定被您默许。这冠军已经在我们第一大学的，不过观察这些可气的队友们，就像看镜子一样，从中我们可以学到我们自己的弱点。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这场比赛，希望他们两个能打出火花来。是吗？我可不像你这么有把握。智呢？陈烈发球。人头呢？凌霄发球。人头。刘凌霄发球，每发完三球呢，他们发球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就证明给我看啊。忘了吧，一切只是自己单方面的执着，我要学会放手。再见你，过去属于你我曾有的点点滴滴，我一定要忘记。从此我要让我自己不再想你。
这段时间，让我认识志同道合的同伴，也清楚看见自己因为偏好，生命变得更完整。凌霄，这是我跟你第一次比赛，我希望你用最好的状况来跟我打球，还有集中你的意志力，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。看来，感情对一个选手的影响的确很大。是吗？看起来，我倒觉得像是换了新拍子，还没拿习惯。一旦踏上这个舞台，就要撑到最后一秒，坚持不愿倒下来。谁胜出，谁失败，都是热血澎湃。让姿态，让等待。你真的确定你要站在凌霄的对面，挡住他的路？如果他够努力，你仍然是能够打得住他。只有英雄用一生换最后的一生痛快。所有压力排山倒海，转身忘掉谁打谁。谢谢你，下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再打败我的。我很期待。看来陈琳和凌霄都还没练成。今年大专杯冠军一定留在第一大学。